卫塞节是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诞生成道涅槃的节日，古晋各佛教团体齐聚一堂举办卫塞节花车游行，慈济古晋智慧也在队伍中宣导环保和素食。我们喝了的水瓶啊，还是纸类啊，都不需要丢掉，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做出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。希望大家可以像这条龙一样，用使用环保的东西来继续生存。我们是要用欠售的一个方案，让这支队伍以另一方面的一个面目来呈现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对此就可以用另一种的眼光来看，而是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一种啦。清净在源头，慈济志工在游行队伍经过的路线设立环保点，做资源回收，守护环境卫生。就鼓励他们把那些物质把它分类好，减轻我们环保志工的工作。素食对健康有益，环保也能救地球，透过佛教力量净化人心，也净化大地。台新闻之声美志工李启凡、韦范，马来西亚报道。